前锋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水啊？猪肘子。我靠，还有天哪！平时喜欢什么这个抱枕就抱什么。猪肘子。对对，那个一博你抱的是什么呀？我这儿有个头盔，抱的。你不嫌硌呀？抱头盔，对呀，不会害怕吗？你这个枕头边有一个人，上面也会有一些图案什么的，就特别好看。你不怕让人磕着自己？对，他是要保护一些重要的物品，戴在头上头啊。你呢？这是留给我们子孙的，就是一直还有这个，对，还有这个牌儿，对。然后始终忘了不要忘本，你不怕闪得慌呀？这个，因为我觉得安全感每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安静就才是安全感，有人闹也是一种安全感。是是是，没错，安全啊。朱桢，你那个是什么？你溺水了是吧？就是这个，就是我最最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，就是睡在大海里，海的女儿。哎，睡在大海里一直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样的话后浪才可以推前浪。那我们谁能钓你呢？你？没有，因为你想，就是说睡在海洋里面，这种感觉特别的有感触，然后还可以有一些冥思，就脑子里面想起来冥思呢。是老听海洋的声音，半夜不想上洗手间吗？对呀，不会。